家好，我现在从拉斯维加斯到死亡谷的路上。这条高速公路，这条公路叫做160路吧。这边有个路牌，大家看一下 ，Supreme Meadows Roads， 它是一个交叉路口。哎呀，天上还有一架飞机呢！对面是一个游客给你的一个符号。标记吧，的路牌。再往里面看，因为这边是土路的，所以我就不往里面开了。我的汽车不能开土路。这种土路啊，都是石子路。那可以过去看一下。这是我现在的地点，这是一个野生保护区吧，国家的野生保护区。太厉害了，看一下我这个眼睛，我的眼睛竟然是太阳镜，它可以防那个太阳光的。哎呦，看着真的太舒服了，一点都不刺眼。果然是科技改变生活啊，没办法，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。风太大了，现在气温大概是50度左右。华氏啊，摄氏相当于11度吧，还有点冷，有点冷。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啊，形容的应该是这样的场景吧。好，我要再往里面开了。